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的是我们第二个蔬菜区啊、这一区的蔬菜呢，里面含了一些网式跟盆栽的方式。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一个盆栽的方式，我用筛网的东西来制作，而且我底下还有一个是接水盆。那这样的好处就是，我想研究一下，如果在阳台的时候耕作上面是不是可行。那我现在种的这是盐叶莴苣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。那这是我们第二个菜区的一些基本的东西，等一下我们再看看其他的咯。好，你好，这是属于王室的栽培区。那我们试验的是空心菜，因为我知道空心菜本身来讲，比较容易有虫害，所以我们把空心菜就先种在这个网子里面，来观察它的一个整体的生长情形，以及用这种六寸高底的花盆，是不是适合来种空心菜？那以上这是属于空心菜的网子的部分。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葛根的培植区，那这是上一次去年三盆的葛根，我们现在已经变更成十二盆，也就是帮它分株了以后，变成了十二盆。接下来呢，看到的是草莓的培植区，那这个也是因为草莓的走茎越来越多啊，准备要扩建。那现在在思考要扩建在哪里，因为它毕竟是比较娇贵的植物，所以我先拿了两盆来这边实验看看。因为这边的日晒刚好是半日照，应该在夏天里面会比较适合它。那我们就先把它拿来做一下实验。啊，以上呢是我第二个菜谱里面的网式实验区。是在露台上面的部分，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下露台下面的部分咯。